Hello， 我是 Michael 赵。今天应网友的提问呢、我来加更一期。就是前几期节目呢，我就分析了 Beyond 的那首非常 funky 风格的《半斤八两》。有些朋友留言呢，就是该如何去弹好这种Funky 风格的咔咔咔咔的这种 ghost notes， 尤其是如何进行制音，让声音听起来更干净。那我现在给大家放一首我几年前创作的一个 Funky 风格的吉他小曲，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 ghost notes、先给大家感受一下 ghost notes 在 Funky 风格中的魅力。